好吧，看来我们注定会遇到事情。我觉得，因为通常重要东西，他如果不给还的话，就是会这样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再加把劲。你有复习考试吧？当然没有，我是您，我会让您看到我是多么努力的学习的。哼，看你这么积极，不会忘记等一下放学还要面谈吧？今天放学后一定要来啊！哈，快去你的教室。我现在不在教室了吗？冒出好多知识啊，到底这是什么？好恐怖！没复习，但有绝对的自信。哼，我把我所有筹码都压在运气上，靠运气闯关，疯子，真的是疯子。扔铅笔写答案是我到目前为止使用的最好的方法。铅笔削得越尖，就越能接近微观世界，所得到正确的几率就越高。这个已经被傅康熙双缝实验才证实了。这什么鸟实验啊！我天啊！喂，你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我一定打败你，尽情期待！哈哈哈哈，这就是倒数学生之间的激烈战争吗？这个已经整个是睡着了，不叫醒他没关系吗？因为有灰尘，所以还不能使用。先打扫一下这里的卫生吗？我好像写了有一段时间样子。我还以为老师说什么。那个老师那么正，你们应该会，大家会抢着去帮忙博取老师的好感。好，我们坐着休息喽，睡觉喽，来困。同学们，今天是考试的最后一天，对吧？按照你们平常学过的，不要紧张，好好发挥就行了。想太多了，老师，平常上课我都在睡觉了。如果按照平常好好发挥，太简单啦，躺下去就好啦，一切解决。第一门考试是不是数学？明明看顺，我们现在脑袋一片空白。数学不是你看了就行的，孩子。怎么没有一个我知道的？就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就跟为什么有人要欺骗相信你的人？因为不相信的人你骗不到。为什么我写的答案都不会？因为我会的都没有出现。是不是很简单嘛？对不对？然后才头六套就想睡，我要疯了。不是啊，临时报下果然是行不通的。二次函数 y 等于什么什么？我，好，我们跳过啦，我们跳过啦，他已经离我好远了，我都已经不知道他今天怎么那么困呢？七题是什么？当机啊，当机啊！快来拯救他哦，他死机了，睡着了。对了，怎么会那么快晚上？不可能。一年级西后管西，这时间是过去这么久了，现在几点了？外面天都黑了，手表能坏了？啊，手表坏了，那怎么都没人叫醒我？期末考试互相提醒的来着啊？难道不是该这样？四个都好好了，怎么连老师都没叫醒啊？那今天面谈怎么办？下班了吗？这都晚上了，天也真够黑的。因为电力的原因，晚上都不给开灯，好像有做的手电筒。F 吗？像，叶子安安，安安哦。猫啦，讲错了，对不起哦。最近名字太多，我都忘记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失误。好，想要学习，想学习记录的笔记的话，使用笔记本，然后按 N 就可以使用 N 吗？学校的夜晚，很奇怪的夜晚，特意多留一天在学校补作业到很晚，因为太困就发生。就倒头酣睡，睡觉前发生奇怪的事。你根本就不是特意多留一天，这主要补作业吧？好恐怖哦！哦哟，这什么？你的桌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想知道这怎么回事啊！
欸，而且都没有人就算了，为什么桌上会有一堆书啊？学生的名字。如果黑凡人相互回血就能保存了，不过欸，不要忘记请经常保存。乐意自己啊 ，safe。然后存在这好了。后馆二楼，我们班教室。是，好，好了，存档完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欸，这边出去，哦，被上锁了，打不开。这边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啦，很安静。嗯，谁啊？宋老师？哎，老师啊，你谁啊你？这老师吗？那老师眼睛怎么是白的啊？而且嘴巴旁边好像有血。如果是面谈，我看要不要改明天了。啊，很晚了，现在近日有时候当潜水党。过来。嗯，我说让你过来。哦，好，老师，老师，我真的过去啊 ！shit。欸，他现在是自己动欸，我没有帮他动哦。我靠！老师疯了。欸，哪里可以躲啊？靠靠靠靠靠！哪里啊？这里吗？欸，那老师怎样啊？看到我直接扁欸，而且我刚刚是因为对话框还没按完，我没办法走啊。欸，太过分了，这个。好像走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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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把那个关起来好了。老师有病哦！是这样，我拿你东西，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啊！哦，是什么？少女的照片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在包包里？不对啊，包包放的不是吊坠吗？为什么是这个照片？而且照片怎么看起来那么诡异啊？嗯。不要一出去，老师就在旁边等我。洗手，死到临头还洗手，白目，是怎么回事？欸，这是什么？取得一张便条纸，等一下，我取便条纸有什么作用？看一下，N 是不是？扭曲的单相思，扭曲的单相思。学校里其他家伙应该也这么觉得，不过那美娜真的很可爱，连我这样的都对我很好。我知道有点胖，还没意思，也不聪明，就是憨厚嘛。真正追她的男生也不是一两个，可能长得好看的老师压力又特别大。真的假的？是什么样压力？是外貌压力还是内心压力？外在啊，不是外貌，讲错了。嗯，追成不朽，这坚决不能原谅。嗯，那家伙欺负梅那时候，要是我英雄救美，不知道梅那会不会对我另眼相看。孩子，你想太多了。吉世豪，哦，这是世豪的笔记哦。欸，主角叫世豪吗？是他的笔记吗？不是吧？应该是他收集到的而已啦。洗手手啊，上完厕所要洗手，这是基本的。可是老师会不会？啊，还好呀，看来老师没有在这边，没有在这边埋伏我。OK OK， 那个女人不可能是我们老师，眼神也很恐怖，完全像疯子一样追过来。难道是什么连环杀人案件？不就睡一下而已吗？为什么会变这样啊？哟，学校变得很奇怪，应该是梦吧？欸，也可能压力太大，做噩梦了。对了，没有错了。呵呵，现实，手机再放在家里没带。确认自己的位置，按 M 嘛，我看一下。M 现在位置在，我们在厕所是不是？哦，可以进别班调查是不是？哎，这里有东西。取得一张便条纸，看一下。疯狂的学校。跟着他逛校园真的很不现实，所有的东西都很诡异和阴森。表面装的很勇敢，其实很害怕。我就贴在那个女孩子身边，这种幸福感真是再也不会有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有点看不懂他现在便条纸上面说的。水平啊，碎啦。
叫什么？运动型巧克力饮料。哎、欸，这是躲起来吗？那是躲起来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这样躲、哦，所以它接下来这边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，是不是 ？OK OK， 了解了解 ，OK 了，可以啦。好，那我们先去 F 班看看好了。F 班我还没进过嘛，搞不好里面会有什么重要资讯，说不定。没看见能用的东西。水瓶，啊，又找到一个水瓶。我真的觉得这里好好毛哦！便条纸，也有一张便条纸。医护老师，新来老师非常可爱漂亮，25岁。哦，小麦店老板，老板你要有节操啊！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你不可以为了一个美女跑去放弃自己的节操，这是不对的、啊。500元韩币，我找这干嘛？这边难道会有地方要我卖吗？啊、那种没堵住的，哦，这里可以躲哎、欸，是是是，不会，我才开灯，那个阿飘就跑过来了啦，就那个老师宋老师是不是？可以进女厕，打不开，好像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哇、哦，小卖部，好温馨哦，呵呵，还有提供小卖部哎、欸，哇。太温馨了，太温馨了。便条纸有一张，等一下，神秘少女。嗯，哎、欸，到主角好像叫英豪吧？那世豪是另外一个吗？很有魅力，我一见钟情。到底？500元韩币。哎、欸，我让地雷不？是安全的意思吗？那女孩抓着我的手喊道：“你还活着，真的吗？”一个女孩这么对我，第一次啊。嗯，哦哦，那边有人啊！运动型咖啡，靠右啊！你不要吓我啊！这不是，我记得他好像是早上遇到的那女生吧？我怎么说好了哦？好可怕哦！我觉得，看他到底是不是人啊？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在这边遇到的几乎都不是什么正常的？老师也是，然后这个看起来也是异色。哦，吓我一跳，没想过在这遇到你。哦，我也被你吓一跳。有没有看到宋老师啊？你先镇定下来，这样恐慌我们死掉几率就越大。那为什么手上绑那些绷带啊？难道绷带可以为他带来好运吗？哦，万众是你能镇定吗？你刚死掉概率什么？那个人是杀人魔吗？杀手不想被他发现的话，嗯，那女人手里拿着刀有吗？我只记得她看到我就像那个，就像猫发情一样，直接朝她这边冲过来啊！嗯，关联什么？等下这到底什么世界、啊？那现实肯定有什么关联？有什么东西把你引到这里来？应该真的是那个项链啊，我觉得。叫他不要在那边拿项链哈，早点还回去是不会哦。那个杀手长得像你们老师吗？其实老师打算考完试后把我叫来这里面谈的。他醒来后看到一看我们老师很像，一直追着我。停留的地方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。教务处，首先先去本馆，然后找教务处的出口。一之 A 写着密码纸条，哎、欸，有一之 A 写着密码的纸条，是值班人员放在这里的，可不可以不要干这种事啊？管理的那个教室的门和小卖铺两边的门，哎、欸，早安哦，叶子，哦，这次我们不会叫错了，哈哈，啊，早安哦，在那个班里某个地方肯定有本馆钥匙，异色也太冷静了吧？还有事要做，好冷静哦！报警，他冷静过头，搞得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有问题、啊。哎、欸，有，这里有，便条纸有一张，注意啦，自助餐厅，欢迎来到自助餐厅。为了疲惫
玉皮学院的四合高中的各位同学，这里的学物全部比外面便宜50%，所有的销售额均用于提高自助餐厅的品质。开放时间上午11点到晚上，晚上几点啊？这要讲清楚啊。500元韩币，哎，韩币那些到底有什么作用？可以买到什么东西？然后按一喝水。肚子饿的时候，我就不是我，需要无限的能力饮料。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加哦，这是哦，他这边这个是体力表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是生命吧？我先补一下生命吗？好了，补一下好了。便条笔记本，虽然都知道高考很重要，但也不能取消艺术课啊，因为艺术课每周2周一次的，这决定是不正确的。学生写的。呵呵，给这里拿点抗癌药来，看来是最近明星海选面试看多了吧。其实通过高中上大学才是最好出路，不是吗？你要是以后还想在公司里就职，就把这些话都删掉了。要是不爽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里留言。太直接了吧？你是谁啊？只知道学习的傻瓜，你就把自己变机器吧？是谁拿着我吉他？你这家伙在举发，你现在在还我，在我爆发以前。这完全就是小屁孩的战争嘛，又被锁上了，我到时候锁门啊、欸、这玻璃是怎样又被锁上了、欸、到底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嗯，只要在这个座位上分数就会提高，没错，我开始在考试中拿满分，所有人开始警惕我，无视我的存在，这些傻瓜的嫉妒心，你们看着吧，我会成功的，而你们永远只会待在最底层。好有信心的孩子，又被锁上了，是怎样？哪那么多门可以锁啊？哦，周围可能有玻璃碎片。上周在教室引爆引起爆炸，哈哈，你说爆炸事件，我怎么没听说？嗯，他没有听说有爆炸事件。一年级进行课前辅导，才知道二年级更多的学习课程，好多学生都放弃考试，他们要去辅导班。我是没有钱送的，这就是罪吗？我觉得啦，很多地方其实都很看重学生的成绩啊，这很正常。难道不是去课外辅习补习班就不能辅导班就不能来这里读书吗？结果竟然是这样子。准备了小礼物，该死的老师，该死的学校。他打算让这边爆炸是不是啊？主任，学生主任他的外号是疯狗。又是什么？忘了带东西，大半夜回来这。嗯？但这个想法还没结束，就感觉自己特别困，晕倒了。这是怎样？怎么都上锁了、啊？哎呀，门锁好了啊、哦。又一张便条纸，我们看一下。马老师，好多人都不知道马老师真正的名字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疯狗，他真的疯了。有学生抽烟喝酒或小小的……哦，是这样，靠右啊！门锁好了，我干！我靠，还没走啊！哦，到底我刚才看东西看到一半啊，学生家长要不是这是学生，
不然一定会怎么？你还要踏出几步啊？我已经踏出来不够多吗？这太夸张了啦！哎呦，悲哦！